眨眨眼睛，我把你放在手心，但几个字说出去又怕你假装听不清。叮叮咚咚，怎么今晚突然好安静？就等着。晚安，我的朋友。跟舍友打招呼。你们的弟弟回来了。跟基友打招呼。嘿、hey, 儿子。跟一群看过你视频的人打招呼。事情呢是这样的，前几天呢我们学校新闻学院的学姐来找我做一个采访视频，来完成一个百年云大校庆的这样的一个作业。于是呢抱着能有一期视频素材的态度呢，我就答应了她。可是答应之后呢，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迎接我的并不是一个采访的人，而是他们一个小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许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曾经呢，我想过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你在拍视频的时候，周围有别人在拍你在拍视频，是一种多么社死的行为。然而今天呢，这样的情况就真的发生在了我的身边。哦，对喽，就是一种操蛋的感觉。然后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啊，成品。我是谁？是特立独行。打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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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再往下放了，不能再往下放。好了，视频就看到这里吧。为什么呢？他妈的，那么高清的摄像头派人实在拍得太丑了。他让我深刻的意识到了一个现实，那天三水又想起了被原相机支配的恐惧。臭逼，三水水视频的计划破产了。在视频的最后呢，再跟广大的摄影师们说一个事儿啊，就是你们呢给人拍摄像的时候，甭管他什么构图、光线、角度、比例啊，乱七八糟的，你这些想好之后，你他妈主要要把人拍得好看一点，哪怕你后期P 啊，你 P， 你给他 P 的好看一点，你不要那么真实。唉，说多了都是泪，当脸吧，就三连一下，就连一下，就连一下。